荣耀发财快报，大仙什么都知道。兄弟们，你们感谢日冕镜成为了法师的神装。最近啊，峡谷中兴起了一套法师先出日冕，后期补苍穹的玩法，据说能提升啊西施的拉人命中率，还能让姜子牙的减速变得更加恶心。本期咱们就来看看这个思路到底有没有那么强势。先来说说啊它的可行之处。首先啊，日冕的被动有减速，并且不跟法师其他装备被动同名，也就是说啊，它可以和冰杖减速叠加，这也是提升西施二技能起手时拉人的命中率，以及姜子牙一技能的留人能力。其次啊，日冕的面板属性除了攻击力啊有些浪费之外啊，血量和冷却都是法师的刚需，后期啊又能合成啊纯金苍穹，进一步提升容错率。那这么看来啊，这个用日冕过渡的思路啊有点说法，相当于啊用了凉粉小黄书的钱换了10%的冷却和一个减速效果。但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该什么时候做日冕呢？啊，这个过渡思路很明显啊，比较适合张良、王昭君这种对法强需求不高的功能型法师。而像这种功能型法师啊，一般前三件是雷打不动的面具、日暮、冰杖。面具提升推线能力啊，日暮能补充团队输出啊，冰杖相当于啊加强日冕。这三件之中啊，似乎没有哪一个能给日冕让位置吧。若是在这三件套之后啊，游戏基本上已经到了中后期啊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你为了那个10%的冷却去做日冕，那还不如开局啊做个双冷却鞋更好。而若是贪图300生命值的话，那又不如去和谢书来的划算啊。你说它有减速吧，还能补纯金苍穹提高容错率，那或许啊冰心又会更好一点，减速、冷却、容错全都给你拉满了。那这样一整啊，兄弟们是不是已经有结论了？那日冕效果确实不错，但相对于来说啊，前期固定三件套对法师更为关键，后期去补的话又有其他更佳选择，非要做一件挂在那的话，如果你不嫌卡格子倒确实也行。总的来说啊，能用啊，但没有强到啊一定要出的地步。既然都测到这里了，再给兄弟们分享一波目前啊这种功能性法师比较常规的过渡思路。一种啊是自家打野和边路啊都不太好补线，需要自己快速推线的情况，就做啊面具、日暮、冰杖这一套。那另外一种啊是自家打野可以单人补线，或者是边路啊能转出来帮自己补线，我们可以啊直接挂边选择 CD 鞋加冰心的组合，把冷却和容处拉上来，配合射手发育推进。你们还知道哪些新奇的玩法啊？觉得到底靠不靠谱？想让咱们测试一下的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哦。